接下来的嘉宾是，好，现在走上红毯的他，身穿 T 恤配短裤，脚夹人字拖，哇，好随性啊，感觉这个造型在哪儿见过呢？待会儿一定问问他。他是追风者中信仰坚定的热血青年，也是维和防暴队里守护和平希望的狙击手。那么个人首档纪录片《探索心境》也在今天定档啦，看完预告已经真切感受到户外探索的惊喜和热血，期待8月31号18点探索心境腾讯上线，有请青年演员歌手王一博，欢迎欢迎欢迎一博哥，欢迎欢迎哥。一博哥今天是 cos 的谁，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？一个电影角色，大家可以猜一下。哦，好的，那么就谢谢一博哥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一博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同时祝月华娱乐15岁生日快乐！